先入咸阳者妄之，这是楚怀王跟诸侯的约定。三天之后，刘邦、项羽同去鸿门赴宴。韩信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怎么了？我想起我们宴是怎么回事了。鸿门宴什么意思啊？项羽这次去鸿门宴是为了杀刘邦。什么？项羽要杀刘邦？前方来报，项羽带兵20万回师函谷关，我军防线一触即溃啊！ 这世界很酷。